毕业于北艺女国立台湾大学的翁姿曼，年轻时参加校园歌唱比赛被发掘，后拍广告出道，并与吴一杰、刘乃杰、陈匡怡、司公弥、于涵妮合称台大舞姬，并且在演艺圈混得最好，跨足唱片、电影、戏剧、综艺和主持业。有甜美女神封号的翁姿曼也不是花瓶，主持获得金钟奖最佳少年节目主持人奖提名，演戏方面则连三年拿下星光大赏最萌女神冠军，如今忙年男友打高尔夫导致甚少露脸，言行之间已似踏上为爱